同文化背景的国家、啊，然后又是不同的风格。对，每个国家风格不同。嗯，今年是一年一度的盛事。比赛开始。哦，是中国的玩家。哦，拉米杰克、哦。嗯。Swaggy 的选择是保罗。然后场地是 FF 的场地。他开场是斜的耶，这应该是特别设计过的吧。嗯，因为他这个是蛮狭长型的场地。对呀、啊。Round 1，我身为 FF 玩家，听到这个背景音乐，真的感动。沸腾。哦，开场有勾。有勾。海强。碰。伤害 combo 8。碰。康特，哎、欸，可惜。位置有点歪哦。嗯。有勾有中了。中断生死折。Round 2 Fight。下掉，下掉，双方保持距离。哦，拉米一个起让左手，反应很好。选择带墙还差一点，下段。哦，还是下段哦，还是大下段哦。他下段选择很多哦，而且做得很大胆，嗯，大型。哇塞，看一下双手啊。都是一个大胆的毒，很大的、啊，又是下段了，还是下段啊？被发现了，刷一个漂亮的持白透，夹、哦、到，自招，哦，这个血量有点危险哦，撞，哎呀，跑下去血量刚刚好，让你绝第一排，进攻很猛烈，这个 style。不过第三个灯开幕下双手毒到，真的回馈非常大、啊。因为那个挡道也是大区了，大胆者，心脏很大颗。一般来讲，选手在比赛来打的都会比较谨慎一点。嗯，不过这还是看各国风格。有时候因应不同的对手，你可以调整不同的战术。对啊。我想早早结束的话，我就做比较大型一点的中下者。那我们场地换到竞技场，第二盘比赛即将开始。比较狭窄的地方。双方角色在有强的场地都蛮强的、哦。我看第二盘 Swaggy 选手什么应对 Lamnit。嗯。Fight。小脚。哦，右勾。撞到右勾哦。上墙之后。伤害康波。好痛啊。Swaggy 选手想办法清出去，有没有办法呢？转出来了，但是也 rage 了。KO。就两个下段。哦，攻势勇猛哎！卡松，回蹲到齐，侧翻，哦，又是下面，好，打空阵，带墙。右勾阵很优秀哦，好优秀、哦。相较于 Love Need， Swag 选手的攻势比较谨慎一些。嗯。康特漂亮，物资火非常的强哦。哦，又是右勾、哦，好远啊！起身。嘴巴门康特。下段。Swag 选手 Rage， 生死折了。哦。这是一个下下连击。Love Need 选手的大下段真的放得很干。